买不了胖达圆圆的话，这边给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每个星期五能提前过来看一眼，不要每次都等黄花菜都凉了然后你再过来，因为你每次都是黄花菜凉了你才过来，肯定买不到啊。你说对不？七套两位，七套九套，我觉得弄一个三年课。六位，这里等一个一二三，哦，来了个二万，九打位，九万，看能不能整个三年课，然后整个双瞳。等等，同一个。五号，有棚才有杆。一号，五了。十桶，五了。然后再看能不能弄一个双瞳课。哎呀，来了个七条，七条。谢谢一只感恩的 Single Only 的飞机，七条，谢谢。一位，要碰不？不行不行，得优先碰右边，右边才是三级的。完蛋了，他们已经糊了。快点吧，我怎么关不卸了？十条，衣服不会补货了，不会补了，已经连着上两个星期了。所以大家可以最近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啊，时不时来看看，九条，不要错过了啊！谢谢感恩的 Single Only， 谢谢感恩的 Single Only， 快点吧，今天我一把都没有赢过，到现在为止。不好意思，只摸三张。我到现在一把都没有赢过。我这牌真不打出来塔了，哈哈，七拼哦，我们打个炮然后自杀算了。六位妖姐脱北了，这边给出的建议是直接自杀。六痛，哈哈，七拼哦，了结自己。二位服了，十条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能提摊不摊？让我再想想，我都这牌了，你还说我摊？我都这牌了，你还说我摊？我是不是糊屁？只能糊屁股，我不糊屁股就算摊是吧？谢谢任关关的钻石粉丝，谢谢任关关的六个月的钻粉。脚伞来吃吃，感觉嗓子有点痛，嗓子好痛。哎呀，看来今天要少说点话了呀。今天嗓子不是很好。今天在这个场子里面运气也不是很好，换个场子看看。谢谢用户22301770的飞机，谢谢。我的房管嚣张，我的房管哪里嚣张了？我的房管每天只是坐在直播间里面一动不动。时不时就到处来了一些人，然后这骂他那骂他的。我的房管还嚣张，是我的房管嚣张还是其他人嚣张？我的房管只是为了维护直播间的秩序，他有错吗？啊，他有错吗？
道你们可能想看我和二位、就是其他主播玩，想看我和各种各样的主播玩，想看我和他们玩，但是我们有微信，兄弟们。一根，你们得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俺们有微信。八位，如果要玩的话，我们是会自己微信联系的。十条，不是像你们在弹幕上面打电话这样子，然后去玩的。上次我都被你们骗了。闷呀！谢谢五花肉的火箭。谢谢五花肉的大火箭，谢谢大冤种的飞机，谢谢用户223-0177-0的空投不吉祥。乌了。Oh no！ 不好意思，紫墨神呀，他都登了。哎呀我，让我再想想。真不能进这个场子玩，进这个场子玩真的是就摸五张牌。今天这都是什么牌呀？今天这个牌我真的九根跳。谢谢用户223-0177-0的空投，谢谢。我靠！六头标题吧，我今天嗓子很差。七跳。六位。等等，红一个，老黑，好像不用改标题，永远一点红，再加一个字就好了。红了，摸摸。今天六位，野鸡儿。今天嗓子哑了，万三，见谅、啊。九筒。哦，这牌怎么感觉好像还不错耶？红了，但是这个九条已经没了。摸摸，如果能摸五条，还说不定能登。如果摸不来五条的话，九宝连登有希望吗？九宝连登得摸那个二位，得摸妖姬和五条，六条还得要个红中。六筒，老黑四连克有点难，因为没有红中，九条也没了。二筒，而且我前面都没碰。等等，红一个，妈的！你们说我这把怎么办呢？九饼，我红中呢？五筒，哈哈，七拼哦。妖姬应该没人要。不好意思，自摸三家。两家不要条条。哦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！闷呀，看我能不能撑得住。只要我能撑得住，江德就有希望。追，钢丝床，石头，追，别的，服了。追，不好意思，自摸三下。追个嘚儿啊！让我再想想。今天这牌是怎么了？今天这个牌连输五把了，能不能赢一把？什么牌呀？我们家的粉丝现在脑子也被传染了，真的，我们家的粉丝脑子也被传染了。我发现以前顶多只有
就是那种来我们直播间玩买和平精英道具的人，天天问一些就是那种废话文学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家粉丝怎么没有普通双倍呀、啊？怎么没有普通双倍呀、啊？怎么没有双倍呀、啊？怎么没有双倍呀、啊？今天开播我已经看到很多这种弹幕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问这个问题，怎么没有？他就是没有啊，还能怎么没有？难道一定要有吗？还是说我是斗鱼的总管？白票，我想要直接跟他打个电话就行了，他给我发个几万张。白票，三万，七票，真的是糊了。五票，七票，烟卷儿。钻石双倍就不是双倍了，是吧？五票。优鹏还有敢，只有你们没有钻粉的玩家能够开双倍，钻粉双倍就不算双倍了。有多少开钻粉的同学就等着这个钻粉双倍看呢？我再想想，耳根没有普通双倍了，你还搁那说香尿红撸跳。耶格，你们如果说想看有没有那种双倍的话，就可以在那个主播背包里面就可以看到。我们这半个月都没有双倍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已经干了。那个是要打活动才有的。怎么感觉我这把把的牌都是那种灯的牌呀？问题是他灯又不让我灯。七八，来个七坨，哦，来个七坨。我要跟他 solo 的话，我就一定要来七坨。来五坨没用，我一定要来个七坨或者来个红中，来个七坨或者红中，就直接起飞。不好意思，全灯。摸谁家？七坨。哎呀，哎呀。六套，要不糊了。老黑，来个七坨嘛。七瓶哦，七桶。哎呀，我的七坨，咱家不要普通，右边这家会不会有七坨？不好意思，应该没有。Oh nice, oh nice。八套，来吧。不好意思，来 PK 吧。来 PK 吧，来梭罗吧。哥了。不好意思，只摸三家。拖呗。哈哈，七瓶哦。不好意思，只摸三家。主要是这段啊，一张都不给我，服了，我全灯呢、欸。不好意思，只摸三家，我真的会谢。不好意思，只摸三家，差点把我弄死了。不好意思，只摸三家，三万够了。我的坨坨子呢？我的坨坨子怎么够了？坨坨子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终于赢了一把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真的非常难，真的好难呀，真的好难呀，终于赢了一把。你们是想看我玩普通的模式，还是想看我玩这种变的模式？我现在感觉这个变的模式没有那么好玩了，因为考验不了你的技术，你懂吗？
大家都是因为排好所以才赢，还不如打普通模式哦。三条普通模式，一会儿我们如果有100万我们就去打普通模式去。七跳红，开塞，对，这模式纯靠运气。别的闷呀，我有技术的好吗？三条，这一把的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把牌。一位，你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就直接不要这个胡清一色了，因为我们这把清一色有点难。红，老黑，所以我们可以断个19，你知道吗？断个19，八边儿，然后摸个暗克、连克什么的就可以了。我们就不要去做那个清一色啦。一位，五条，谢谢卡扎。有朋才有感，朋，谢谢卡扎呀。谢谢卡扎呀，妖姬，三位，我直接拿龙角散当饭吃。两位，龙角散真的可以对嗓子好吗？等等，红一个，六筒。八位，七跳，三位，红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只感觉九位，只感觉吃了之后就是嘴巴里面凉凉的，然后吸气的时候也是凉凉的。八处，除了这个就没有什么那个了。十位，那啊，我还想打50000呢，啊，啊，怎么办？打50000，两个红中，这把真的有机会四暗克，啊，啊。八位，啊，八边儿，不好意思，啊，别丢下我一个人啊！Better，六位，这样糊了吧？这样糊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做大牌感觉不一定能做了，但是我这样可以针对他们两家。刮阵风，你看是不是很棒，抢了他一个杠，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可以自己又可以活。 Better 输了，他不可能再摸很多牌了，他哪有可能一直自摸呀。开塞，不可能不可能，九尾输了，不可能，他不能一直自摸，他不可能，他只有几张万子了，五筒，他摸不了了，摸不了其他的时刻就交给我，我再慢慢的刮回来。摸了个15倍，回来了10万。七筒，这人啥牌呀、啊？他这么嚣张，一直冲。九根条，这一家条子有点危险，因为他一直在充值。头，啊，三连克，不会吧？应该干不到，左边这一家应该拿了他挺多条子。又摸红章，二根，这天选之人啊，这一家，他真的天选之人，他这都能摸到红中，这我接受不了。他要是不摸这个红中的话，他不会。等等，莫要赶，嘿嘿，一拼哦。说实话，这把格局小了一点。一筒。应该先那个的，先弄三个的，格局小了。Better 多了，海底捞月给我一张，谢谢。拜一下，拜一下。
Nice。那我还是不亏呀，我这把还赢了，兄弟们。谢谢佛啊，我输了。